最喜欢它的地方是它的落肩跟它的这个宽袖，我觉得这里就是好贵气好修饰哦。而且我先跟大家讲哦，来，我没有穿什么安全裤了，这个是 SML XL 就绝对可以穿的冰凉针织。再来呢，它的这个绑带你可以绑很紧或是微松就好，看各位哦。这件有一个好处是它的屁股完全不会贴住，主要是因为布料的关系，它不会让你觉得哇屁股整个贴在身上，它是完全高弹的。因为身高161，来，我现在是踩微高跟鞋。小资女孩问说，我150公分穿 O 不 OK？ 完全 OK， 150公分顶多到这边而已，也不会到脚骨的位置哦。侧边有没有发现它开了一个小小的岔位，不会让大家觉得哇，这个好像又过于太夸张、太裸露，完全没有。我穿这件，我只看到我的手臂变小，我的腰变瘦。我们就故意穿两个不一样给大家看，它是呢把它当成是罩衫式的感觉。New Era 呢现在穿它是洋装式的感觉，我觉得就看你今天去的场合。我们的两个的颜色其实是对撞的，还有米杏色跟黑色的地方是反过来的，所以其实呢，你只是要看你自己喜欢哪一种颜色咯。